国际狮子会300010区第6专区第12分区台南市南凤狮子会9月份月例会议程日期112年9月25号星期一，时间下午5点半议会开始，地点游艇俱乐部码头，主席游会雅会长，司仪蔡淑欣，记录苏雅萍。主席请就位，鸣钟宣布会议开始。国际狮子会3001万区第6专区第12分区台南市南凤狮子会9月份月例会开始。会议开始，请全体起立，互相问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请坐下。朗读诗有8大信条，起立，起立，请所有的诗友全部起立，我们一同来诵读我们的诗有8大信条。一，忠于所事，勤勉敬业，竭诚服务，争取荣誉。二，守正不阿，光明磊落，取之以道，追求成功。三，诚以待人，严以律己，自求奋进，不损他人。四，牺牲小我，顾全大局，争论无益，忠恕侍从。五，友谊至上，服务为先，绝非施惠，贵在互助。六，言行一致，尽心尽力，效忠国家，献身社会。七，关怀疾苦，不落济困，能力己应，乐于助人。八，多加赞誉，慎于批评，但求辅助，切莫诋毁。请坐下。介绍与会贵宾及友会代表，请会长主持。来，我们感谢我们妇女新知哈，我们的执行长以及我们的主席哈，今日哈都有来我们这边哈，看我们的会友们哈，大家哈是第一次看到他们哈，介绍一下，来我们的妇女新知，大家好，我们的林怡姐哈。来，再来是我们的第10分区主席，我们李义清，我们第10分区主席。再来是我们的嘉里狮子会，我们母会，我们的会长张国豪。再来是我们第12分区的主席，来，这是我们的慧姐哈，也是我们林芳爱主席呢，今天呢还有要礼物给大家哈，给我们的师友哈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区策顾问哈，来我们的李宝珠，大家好。来我们的邱宝珠，大家好。来再来介绍我们的辅导长，大家好。我们郭丽玉哈，再来是我们的秘书，我们素小心蔡素心。来，那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分会会长哈。因为现在有部分的分会会长还没有到哈，那我们来介绍永康狮子会的会长王英杰。我打多少块的一样？我应该等，应该等下再过来去吧。哎，应该等一下，我们那些会长同学应该大家等一下还会再进来哈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补哦，补介绍他们哈。那我们来介绍我们。3001万区，我们复合区行销长，我们的林坤旺，来，他在后面这边，给他掌声鼓励，谢谢他。然后我来介绍我们的嘉里母会的师友们，来，我们往后看哈，来，我们嘉里母会的师友们。OK。来，还有我们的麻豆哈，我们麻豆的会长哈。我们的黄美惠会长，主席致辞。
今天我们很特别的办理了。